方洛清现正就读于高中，虽然面临着升学的压力，但却因沉迷电脑游戏而荒废了学业。父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劝他用功读书，但都被洛清当作耳边风。慈悲伟大的佛陀，弟子也恳求您加持洛清，让他向上，让他好好用功读书，将来顺利申请到好的大学。阿弥陀佛。不要弄我了，干嘛踢我？咱丐帮可不是好惹的。什么年代还有人自称自己是丐帮？是哪里啊？我还没记错，这里就是滴水茶坊。在下方洛清，在下徐浩然。难道这个世界只收税银？老板，有人想喝霸王茶喽。南属洛城佛经派，如果兄弟看得起的话，请兄弟跟我一道回去，师父见了也很高兴的。All in action。小二，是客官，帮我这边算一算，还有那位小兄弟的，帮我算一下，还有今天的一切都算在我账上。就看在这位大员份上，今天就算了吧。别笑，方兄弟客气了。出卖靠朋友啊，出卖靠朋友啊，出卖靠朋友啊。Action。对。说来惭愧，在下现在无门无派，还多请方少侠请多下请多下指教。小二，啊，是客官。苍蝇。帮我把这边算了吧。还有那位小兄弟的，一起帮我算一算。还有今天这边所有的桌椅。是客官，总共十两银子。谢谢。是。你幸亏这位大爷，幸亏这位大爷把我们掌柜打伤了，还替你喘口。